我现在过去吃饭，然后有几位李家人，然后我们要在一起聚一下。现在在这个藏家堰，藏家堰这个地方是这里面吗？哎，导演，导演，你好，对，贼人是吧？对。有好多人哦，都是我们李家的。李家的好几个啊。哦，还有几个其他的那个什么？哦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对。长残了这边。长残了。啊。你来坐这边。这边。哇，好有特色啊！来你应该抱上来回来，我们都家乡人，是不是嘛？感谢大家。这是天才哦，嘎！天才是吧？我们还有一个，其实还有一位领导。对啊，这个人要到。要喝酥油茶的吧？酥油茶哦，还有那么帅哟，家门儿个一个叫。没有，没有，他自己熬的哈那种，就是。我只是在那个一同是老人家里面喝了一壶那个。酥油茶呀。除了我，你是我们爹在天茶不。现在都是我们的老乡，这些都是李家人。知道，要不然我们再弄一壶小壶的酥油茶吧。这个可以用得上啊。三八几是？二八幺的来西藏好多年了？明年的四月份26年了。26年，这个不清楚啊。你是在这儿一直什么几年回去一次啊？或者是？最近这10多年的话是每年回去一次，每年有时候回去2次、3次都不一定，因为老父老母在屋头嘛，所以说都要回去噻。但是今年到现在为止还没。你到了星期六、星期天就回来了呀？对。怎么称呼啊？我叫刘秀兰。在这边是住哪一行？在贡嘎县政府住建局上班。非常不错。来风也算是老乡人，安阳来风。安阳老乡，姓周，我们家门咯。就是。是不是我们那个一样的镇嘛？门墙周的。在那边上班，那个公司上班打工。就在拉萨市嘛。通县啊。通县又很出名了。对，就是这个。怎么称呼啊？徐辉。徐辉嘎。徐大哥。王家坝很近。在这边好多年了。9年了。主要是在那边从事啥子工作啊？你在工地上干嘛？工地上。现在当兵嘛，在拉萨当了几年，当了5年兵嘛。哦。在拉萨当兵了。是啊，在堆龙。怎么称呼啊？我姓彭，我叫徐。这边这位。大军儿，李家一大队的。一大队的。也是在那边打工的。在这边几年了？还是好多年了，加起来。前前后加起来可能是接近10年了啊。他们那个就是他们本地的特色。特色，他们这些藏族的。这是血肠哦，嘎。比较有特色的。这个叫血肠。这里面应该是加了青稞面的，加了青稞面跟牛肉。他一般都是这样子做，要不然他就是灌血肠。他这个是叫肉肠。牛肉茶，我觉得今天晚上很不错啊，就包括这些菜，就是还能帮我们做一些详细的去解释。因为老西藏，我今晚上点菜，
很就晓得，我起码点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在这儿，在这儿研究这个菜，因为我还要。点这个菜的同时，我还要问他们到底这个菜是怎么个样做法，用于啥子些原料，因为毕竟你来一次西藏不容易，很少见到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而且的话，也可以给我们家乡人介绍一下这边的一些有特色的东西。酥油，它就是我们牛奶里面提炼出来的精华。所以说它的营养物质是很丰富的。可以抗高原反应。在这个地方的话，因为高寒嘛。哎，难怪不得他们说我来的时候喊我喝点那个酥油茶。哎，对，而且他喝了过后，他润嘴唇，他是会的。这个就是他们藏族这边的，我没抽。藏族这边的酥油茶。耶，我尝一下。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酸奶。这个酸奶它是基本上不是当地这边出产的，基本上是从藏北草原那边过来的。这个里面这个是人参果，这个叫人参果。这个是那个嘛，葡萄干嘛，对吧？这个是很有特色的一道菜，在西藏来说。我倒一杯，每个人倒一杯。我待会儿菜就你来帮我介绍一下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窝头。那帮我们做到嘛？做到。它就是我们以前不是我们那个时候。还没有打飞面的时候，不是粗面嘛，有皮那种嘛，它就是那种粗面做的窝头。好，我们如果要吃的话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就是把它拿起来，把这个肉，把这个菜往里头一抓，好就可以吃了。它这种吃法就是这样子吃的。可以。这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藏餐。也是他们当地的特色菜。哎，对，也是一个特色菜。凉粉里面，它这个主要是辣椒。主要是佐料嘛，因为我们内地吃凉粉也是一样的噻，都是主要是吃佐料。它这里面它加了啥子呢？它最主要的就是加了藏香料，有一些藏香料是很有特色的。这边至少有20种藏香料，但是它这里面，哎，它最多就是加一两种。基本上是加一两种就够了，所以它是也是跟我们那种内地的那种凉粉吃起来是不一样的，它口感啊那些。它就是说煮出来过后，经过油炸过的。也是他们这种很有特色的一种煮法。虽然是说起很简单，但是煮起来是不简单，因为他们煮的过程跟我们煮的过程不一样。他们基本上是煮到牛粉熟，再拿出来炸。我们前头两天就买了个牛脑壳，我六个人吃了两三天了都还没吃完。我们吃了三天，是哎，上次多的很，你们可能管他嘛。藏香猪也是蛮有名气的。哎，对，这个是西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色，而且它价格不菲哦。差不多。你看，等了好久了。弄了一会儿了，弄了一会儿了啊！哎，来，这位也是我们李家的李老板，魔炭盒的李老板，魔炭盒那个，整得好得很咯，现在在拉萨市啊？哎，就在那个孩子的市，他是城市民，他像我们嘛，进步都像他开头。嗨，红烧味儿还没去掉呢，晓得不嘛？就啊，桌上没得红烧的。你那个脸皮好噻。不需要了吧？不需要了吧？你那个，你看哈，我以后吃了啥子，他那个。我这都可以。不要客气哦。我不客气噻。都等于回了家了，你不要客气。啊，都是家。我不客气，肯定不要。对啊，你看在一起，大家这个氛围很好。你看我们就是平时在一起的，就是。你是我们李家的江娃。没有，脱缰了。我们随时要了解一下老家的习俗，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。没有。哦，非常感谢你。应该的。肯定是我们李家的骄傲。没有，大家过奖了。其实他们家可能就是我接触那块比较早，然后还有个就是，反正大家都有一个爱家乡的心嘛。如果说你们不爱家乡，你们也不得关注啥子嘛。大家都爱这个家乡，也希望自己的家乡越来越好。像我们这种长时间在外面的人啊，对这种家乡的体会真的很深。还有高粱萝卜个现在在弄啥嘛？好像反正是不管想起啥子办法都要去关注一下家乡的变化呀，还有人民币啊，这些都要去关注一下。其实是现在堵车最容易就是堵巴了。加班在喝点那个，再喝点的吧。我酒不喝了，酒真的不喝。酒他喝那个。你们整起来，酒整起来。酒先整大。这边三百酒了，小伙子。青稞酒一般是好多度嘛？像那种酒好多度啊？这叫啥子？藏家村嘛。青稞酒。它是有股那个水有那个味道啦，你看是吧？白酒。啊啊。哦，那种。52度。像醪糟水那个喝起，只是比那个醪糟没那么甜。
正宗的青稞酒就是那种，但是那个喝起来是安逸，像甜酒那种嘛，就是。那个冰一下喝起来，哦，喝起来是吧？看来你们都吃超了的哦。触摸你的指尖，那一年磕长头，匍匐在山路，不为觐见，只为贴着你的温暖。那一世转山啊，转水转佛塔，不为来世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那一瞬